注意看，这只狗狗被突如其来的海潮困在了一块石头上，四周完全被海水包围，要不了多久，狗狗脚下的石头也将被淹没。由于离海滩很远，海水波涛汹涌，狗狗想要游上岸非常困难，可水位越来越高，都漫到了它的爪子上，它不能在这里等死。于是狗狗决定拼一把，看着前方的惊涛骇浪，它深呼了一口气。可就当它要跳进水里时，水下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，原来是一只海龟。狗狗不知道海龟想干嘛，只见海龟正朝着它游过来，它仿佛在告诉狗狗，看不出来吗？我是来救你的。海龟游到石头边上停了下来，狗狗赶紧站到它的壳上，紧接着海龟驮着狗狗往岸边游去。由于狗狗站在龟壳上不是很稳，于是干脆趴在了上面。它怎么都想不到，竟然还有这种待遇，而且海面也没起大的风浪，它们才能安稳地前行。不久后，它们就离海岸越来越近了。海龟游到岸边，狗狗趁着潮水退去，赶紧从海龟壳上爬下来，然后直奔岸上。它可不想再次被海浪席卷，来到安全的沙滩上，狗狗转身向海龟表达感谢，海龟则表现得很淡定，因为这对它来说就是举手之劳。狗狗满脸感动地看着海龟，因为要是没有它，自己可能就要嗝屁了。而海龟却习以为常了，仿佛每个月它都会救个把人似的。与狗狗道别后，海龟缓缓转身游回了海里，狗狗则继续它的巡游之旅。